臭丫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本官也敢戏弄。没有啊。来人，给我带走。明日连同那批乱党一起问斩。冤枉啊。这呀，十有八九是被冤枉的。真正的乱党就那么几个。哎，我听说啊，朝廷重赏捕获乱党的官员，每抓一个乱党都有刑罚，罚多了就任官惩的。原来如此。朱哥哥，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。从小你对我那么好，可我就知道欺负你。这下好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欺负你了。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着就死了，我死了以后你千万别难过，你找一个嫂子好好对她，我会在阴间祝福你们的。臭丫头，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还想耍什么把戏？大人，我真的没耍把戏，我之前真的没骗您。其实我说的那个同党根本不是我的同党，他是我的结拜兄弟龙三。我们俩结拜的时候说好了，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可我这都要死了，他连最后一程都不来送我。龙三，我为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救了你那么多次命，你一次回报都没有。结果我这回京了，还糊里糊涂的把命给弄丢了。而你呢，就知道躲在宫殿里吃香的喝辣的，都不来找我，不来看我。龙三，我诅咒你以后喝水塞牙，走路摔跤，除非你还清你欠我的所有利息为止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李易欢跟你断绝结拜关系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。好了，午时三刻已到，行刑。谁在喊刀下留人？龙小弟，老大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没在做梦吧？我早就来了。你早就来了？大人，我说的同党就是他。真有同党？没错，这个同党就在你面前，快抓住他！来呀，把这几个闹法场的给我绑了！大胆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甘国泰，你这条疯狗，你老眼昏花了啊！连我索额图都不认识了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还有谁来了？大人，您这招引蛇出洞，没把蛇引出来，没想到，倒引来个真龙天子。跪下！皇上！各位臣民，各位百姓，朕接到密奏说，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，为求加官进爵，竟大肆抓捕良民，冒充反党，滥杀无辜。朕现在就下旨，对所有在押的乱党全部重新审理，无罪者当场释放。对过往同类案件
也全部重新审查，如系冤案全部平反，并由朝廷进行抚恤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今天虽然救下欢美还有其他几个联盟的兄弟，却又让康熙收获了民心。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草菅人命，证据俱在，来人啊，摘取他的顶戴花翎，移交刑部审理。这皇上饶命啊，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，走，微臣知道错了。